听闻佛法，离苦得乐。在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，请收看《生命法语》。新年，自心迎新年，愿所有人拢会当为新的开始，立有全新的心情，修下好法，以诚心去过每一天的生活。愿所有人拢会当以关爱、甲敬重来对待彼此，和谐地做伙进入新的一年。愿过去所有甲我有缘的众生，得到永恒的喜乐，甲真正的平静。在新的一年，启动修心工程。所谓佛法的修行，就是指以善的习惯来取代恶的习气。咱必须学习如何去除不善的情绪和烦恼，培养会当带来善业的习惯，并且用入心识，成为个性。以修持来转化个性，这需要耐心、恒心。首先，检视自己用以察觉的缺点，去转变种种具有伤害性的恶习。
轮如果性格中真苦用了那呢这就是我们独孤保心的生命目标，改变自心就当改变性格，改变性格就当改变人生。机关真正带予世界和平的机关，就是祈求整个地球的人具有真诚甲无私。诚心待人，无私奉献，那呢才有可能为世界带来和平，为众生带来幸福。自己今年修行成果，已经到了年底，利用一段时间静下来，整理自己的心，对自己做一个年度修行总清点。一个这年来自己在善心善行上做了多少，敢有欢喜或者是不足，检验自己是不是修行进步，是不是越来越快乐。成功的修行会渐渐不断地升起欢喜，然后以欢喜来灌溉自己，好生命参像花同款盛开，芬芳四溢。真爱善就来找无一点点啊，排斥杂质。真爱善就是由帮助、服务、开放、不离、不弃等物质组成，内面无控制、占有、排斥、放弃等杂质。
真爱，未受环境因素起变化，伊甲执着嘛未掺杂未清。什么是上可怕的传染病？这个世上持续不断地发生各种痛苦，有来自大自然以及疾病、战争、种种伤害事件。虽然是众生业力所引起，但是这个恶果却因为人的漠不关心，又搁把伤害带予更加多的人，就产生世界散布蔓延的致命传染病，使得痛苦犹如滚雪球同款，愈滚愈大。所以讲关闭自闭的漠不关心，这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传染病。每天都要写善念日记，留意自己日常生活中的起心动念，尽可能去恶成善，并感念别人对咱的恩惠。咱爱常常鼓励自己做善事，珍惜一切众生，然后用日记记录下来，就会当知影上美好的人生是付出，上甜蜜的回忆是善行。上伟大的爱，当修行者体会自己甲众生不断地遭受轮回苦，进而了解到一切有情对家己有恩的时，对众生就会格外关爱。
经过无数次修习菩提心，渐渐开展自己提以幽静的心念心量，若是正直成就，就如同珍惜自己外去爱护其他众生。有时行者就会感觉自己受苦，也会不要紧，一切物质、快乐、幸福都会当奉献给众生。心向所，爱相随。这个世界上上大的恩惠是来自上师、父母，咱自然的希望消除因的病苦，增长因的寿命。这个念恩报恩是爱的表现。但是消毒病苦、增长寿命上好的方法，就是食素回向。不过一天、一礼拜、一个月是无够的。因为爱为咱所关爱父母、师长，甚至是一切众生，发愿一生如素。咱爱深思，一旦发愿了后，就爱好好啊地持守。关锁，有一种爱，袂使咱受苦，嘛袂使咱所爱的人受苦。
这种爱有一点仔歹办，嘛爱费心去学习。伊就是由四个元素所组成：足、悲、喜、舍。是台湾救狗协会及救狗园区基于众生平等慈悲相待之理念，慈悲置业于2007年成立台湾救狗协会，原本是以收容弃养之流浪狗为救护对象，使其免遭扑杀，后因收养的流浪狗日益增多，进而成立专门照顾流浪狗的养护园区。然而园区的扩建速度仍旧赶不上流浪狗的快速增加，于是另安置近300只狗儿迁移到中华护生协会的两所园区，令其获得安养。于2014年7月份统计，救狗协会至少救护了超过8000只流浪狗，目前与护生协会共同护养近千只的狗儿与养护园区。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，救狗协会并长期提供素食狗饲料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，亦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，透过各类相关活动呼吁大众重视生命，爱惜生命，使人与万物之间皆能互爱共存，消弭暴戾之气，促进社会祥和。我们家小朋友他读的是准公共的幼儿园，这次补助在家嘛，我自己是觉得还蛮有感觉，代表政府有看到我养家的辛苦。我们养家很辛苦，从8月开始，小朋友上学每个月只要3500，这样省下来的钱就可以拿去像是成教育基金。对啊，小朋友拿游戏机。什么游戏机？没有没有，吸尘器，吸尘器。0到6岁，国家一起养。从键盘的讨论到面对面交换意见，帮助施法，理出头绪，判决可以更接地气。审判也可以细心有温度，专业结合，厘清真相，用民意打好苏华地基，国民大官一起审判，实现一心中的胜利。其里观音寺上午圆满了八关斋戒，海涛法师利用下午的时间为大家开示，圆满的修行是要长养慈悲，顺解空性，而消除贪嗔痴，自我调伏的过程一定要靠自己努力。我们这几天一直教各位超度鬼道，你以前会很怕鬼，很怕鬼，听说人家讲有鬼有鬼你会怕，但是如果你各位经常布施药给他们，布施食物给他们，你会觉得哎呀鬼好可爱好可怜啊，我想要帮助他啊，希望他能够离苦得乐。所以佛讲了慈悲就是消除烦恼恐惧最好的方法。所以站在大乘佛教啊，我们有一个重点来念下来，长养慈悲，圣解空性，这两个是重要的。所以你必须就像妈妈怀孕小孩就开始为他买衣服啊，买婴儿床啊，你已经一直在培养我如何爱这个小孩子。
那行菩萨道，各位也要开始学习爱蛇啊，爱鳄鱼啊，啊，爱这些鬼啊，爱地狱道的众生。因为如果你不去培养这个慈悲心呢，你就没有办法行菩萨道。但是我们在爱对方的过程里面，要甚解空性，各位要很殊胜的去了解无自性空，免得执着啊。因为你去爱一只狗，结果你去爱上它，那不行。我们所讲的爱是爱护，是慈悲，这里面没有执着。所以唯有长养慈悲跟甚解空性这两个圆满了，才能够成佛啊。所以我们叫坚定信愿，我们坚定自己一定要成佛度众生。那如果你要成佛，两足尊，你的智慧跟慈悲两个都要培养。所以啊，智慧我们叫啊智慧之良，慈悲叫福德之良。所以佛教里面叫福慧双修啊。但是我们讲到福慧双修，最主要的福报是来自于慈悲。那你在边慈悲的过程里面，要去思维空性，不能爱上他，不能恨他啊。今天我是一个医生，我的病人是精神病患，每次来都乱丢乱讲，我就是要医他，所以他怪怪的，我不会恨他，我只想要帮助他，不会恨他。哦，今天我是个医生，哦，结果性感美女来了，那我就完蛋了，那不行，照开刀啊，一点都不执着，也没什么好分的。所以你要我们叫冤亲平等。那各位，这个叫修行啊。修行必须从你的内心里面，对爱的、对恨的、对不了解的，你都要去分析它。分析它以后，你就不会爱它，不会恨它，你会了解它。这个叫消除贪嗔痴。那这个过程是你要靠自己努力的，因为谁也没办法帮助你啊。释迦牟尼佛说啊，我不过是一个导师，把这个方法告诉我们。那这个方法必须透过你内心里面的自我的调伏、自我的啊分析这个过程。修行不只是在学习我知道了，更重要的是我做到了。愿幕降临之际，法师带领大众慈悲施食超度，以无分别的慈悲心落实菩萨的六度万行，积累大乘菩萨的广大资粮，修得慈悲心，福报自然来。施食是我们以至诚心、慈悲心，凭借陀罗尼的无量功德，通过恶鬼受食，从而把我们自己和恶鬼变成菩萨的殊胜法门。